他就是有办法不用很洒狗血，可是唱了大家荡气回肠。是啊是啊，唱的我们都练了很久，练了很久，听到没有？练了很久这首歌。燕佑，坦白说啊，你觉得他的唱法或者他的这个歌曲的诠释呢，有没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有耶，就是尤其是那个缩放，那个缩放很值得我学习，因为这首大歌他的音域是很广的，然后他的那个缩放是很难的，所以这是很值得我学习的地方。真的，然后尤其就是姐姐做的这么的好，哇！谢谢。Yeah, OK， 没有啦，我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跟姐姐合唱一小段。哦，有这个荣幸吗？哎呦，好会讲话哦！哎呦，姐姐，我们有这个荣幸吗？可以啊，可以。哎，要不然就是挑个合唱的歌好了。好，挑个合唱的歌。哇，是不是都很熟？都还蛮熟的。明达没更锁，爱我的歌声，饮酒的人无心情。哎呀，世间的繁华，亲像梦一段，也是无卡转。酒店内，悲伤谁人知？痛苦吞腹内，一杯孤再来，你若有了解，莫问我对倒位来。
好听耶。对啊 ，OK， 很厉害。我告诉你，输啊赢啦赢，输啦嘛赢。不一样，对啦，拢赢啦，哈、哎！交流交流，好，你赢几落啦，哈！来，雅文老师，请讲评。瑞菲，老师好。菲菲，你太棒了。没有吗？哇，没有没有，真的太棒了，而且唱的真的是，我找不到任何的点，有哪里有让我觉得哪里不妥？没有，你百分百百分之两百，你的细节做到太到位了。到味道让我起鸡皮疙瘩，我真的觉得你太会唱了，你根本就是真的是神曲哦，让你这样一唱。好，我先讲一下，就是先讲给你们两个人听的部分，我先讲啊。我觉得人生中哦，尤其当一个音乐的歌手，在最佳的状态的那个年纪，往往哦，我们都会太冲动，然后太热情，然后忘记细节的学习。我觉得两位在这方面都是佼佼者，啊！我刚听瑞菲你在介绍你怎么唱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很想听你怎么唱，就那个部分就已经很吸引我进去听了，啊！然后你刚才特别讲说，只要唱出第一句，就有人不一定要离场，就感觉失神，也没有在注意听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崩溃了。这个就是会很尊重歌曲的人会在乎的第一句，然后我觉得你今天唱这个歌真的就是完美加完美，因为这个年纪说实在的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就已经是很多职业歌手的典范了。谢谢老师。